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戴中华武术家的访问。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在意大利那边，他们那边外国人对我们中国武术里面怎么看法、怎么念法呢？我呢就在意大利，那么教了多年，教了多年呢，发现，外国人啊，比我们中国人好像更重视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。嗯。他们也非常的刻苦，非常的认真，我经常回国，也看到中国这种情况，公园里现在几乎传统武术都看不见了，偶然在一个角落里能够看见一两个人在练，传统拳，那么大多数都是一些所谓的练身体的，那么其实呢，外国人呢也有练身体的，那么。他们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，那么他们不光是练，后来我发现啊，也不光是就这么简单的练，他们也在学习，学习中国的那种传统的东西，结合一些中国的文化这样的，很认真很刻苦。所以我想了，很可惜，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外国人重视我们自己的那些国宝，反而慢慢的朝外面流，中国人自己呢都好像丧失了这些东西。我们现在中国的那些武馆里面也好，那些包括学校里，中国自己的东西几乎就看不见，全是外国的，什么这个道啊那个道的，是吧？我也不想说太多，反正事实就这么回事情，都是充满了外国的东西。后来我到外国一看，人家外国人都不要的东西，我们都把它捡回来了，是吧？而我们这些传统的，多少年流传下来的东西，反而外国人都重视起来了，而我们自己都不重视，很可惜的一样东西，是吧？郑师傅，刚才你说就是你从小就开始练武，可不可以这个介绍一下呢？我为什么从小练呢？因为我从小多病，从小就多病，可以说在儿童的时候，我的病历卡就比别人厚得多。那么我们家呢，就我一个男孩，还有两个妹妹，所以我父亲比较着急，就建议就把我就是送出去练练拳，可能会健身，为健身，主要是为健身。那我运气特别好，一下子就碰到了我的恩师，王汉之大师。然后呢就跟他学拳，我十二岁的时候就跟他学拳了。后来呢运气还好到什么程度呢，就是他后来又把我带到他家里去，跟他的父亲王壮飞宗师，这样呢我就同时跟两位，是吧，上海最，就也就是说可以说是顶级的人物学拳了，一个是我师父，一个是我师爷，师爷王壮飞，师父王汉之大师。那么这个拳呢练了多年以后呢，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，反正就觉得比以前结实多了，身体也好了。后来嘛我就出国了，到国外去呢我也就教拳，在教拳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慢慢认识了，也接触了一些人，有些人练这个拳，有些人练那个拳，什么拳都有。后来交流下来以后呢，我发现了，有一个我们拳种的特点。这个八卦拳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它是以走为主的，走转圈，不断的旋转，动作里边全是旋转、扭、拧、拉、伸、缩、开、合这样的动作。那么其他拳都有没有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我看了。那些人跟我练的那些人呢，这方面很缺，没有。后来慢慢慢慢，他们也学了。我接触了几个医生，其实后来我发现，就是说，不管是中医也是好，或者是西医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，他们很多地方都是相冲的，也就是说不协调的。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是统一的，就走。他们说走路是最好的健身方法。最好的养生方法。那么后来也碰到几个人也讲究那些经络方面的东西，
啊，因为我们的拳呢始终在扭动当中，啊，在伸缩，所以他把人的身上的那个各种各个经络啊，都好像把它在激活一样的，使这个经络啊，它就是各个都在自己，就是说等于是各就各位在那里工作，所以人就身体好起来。所以我们的动作呢，它还包括就是说每个关节都在动，所以我们练八卦拳的，你们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关节上的毛病没有什么的，都很好的。我在意大利教拳这么多年啊，很多人什么腰椎不舒服啊，到了四五十岁啊都腰疼啊什么都有的，我们练了以后现在几乎是零，就没有，几乎是没有一个人在说是有这种毛病，是吧？至于怎么解释，还需要专门方面的人去注意，去研究，是吧？我们练了以后都有这个发现，它对健身是特别有益的，是吧？姜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这八卦掌里面一定有的攻防？你刚才说过，健身方面的。对，在健身方面还是攻防方面？健身方面，我们有很大的差别，和其他一些拳种啊，我看了以后有些拳种。那我现在看了所有的，包括电脑上网站上那些录像啊，包括有些人在表演，大家基本上是一招一架的啊，你打过来一拳我怎么招架，是吧？你踢过来一脚我怎么招架。我们八卦拳讲的是不招不架啊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，所以这里面是有区别的，有些甚至是相反的。那么我想就是看这个拳种的要求，如果他符合他的要求的话，不是嘴上说符合啊，要这个身体动作符合他的要求的话啊，那么他应该说是好的。我就觉得像我们八卦拳一样，比如说他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啊，含胸拔背，提纲缩尾。那么很多人在练八卦，他就光转圈圈，其他要求看不出来。那就像一个人一样的，是吧？一对父母生了好多儿子子女，他不见得每个脸都一样，但是他里面的基因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我们练八卦的，不管你东南西北的，它里面的要求应该是一样的。姜老师，刚才我们在谈话的谈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现代竞技武术的问题，就是新吐露的问题，就是过去五十年会推动那个竞赛比赛那个，对这个你怎么看法呢？按照中国以前的说法，我听我四爷以前说的话，以前就是一条短裤，是吧？上去就打了，没有什么护身啊，什么什么东西的。是吧？现在不行了，什么地方都是，所以现在的东西只能说体育，不能说十全十美的武术。武术应该是自由的，应该是，各门各派可以拿出自己的精神的东西拿出来，然后，当然这种竞技比较危险，最好是不要搞得太危险，那这很矛盾，很矛盾。你要说完全按照那个传统的打法的话，可能经常要死人，也不是好东西。如果你要完全按照现在的这种规矩这么多的话，真正的武术也显示不出来。在意大利那边呢，对武术这个发展前途是怎么样的？前途很难说了，因为意大利人都很向往中国，他们呢往往都为了寻找正宗到中国来。而可惜的是什么呢？他到了中国都找那些大城市，北京啊，上海啊，这些大城市。那么这些大城市呢，往往掌握在那些现代武术的人手里，啊，那些武术学院啊，这些部门。那么这些部门里面呢，教他们的都是现代的，啊，我不是说现代的东西不好，反正它有欠缺。姜老师，可不可以对我们的练武的人勉励几句啊？可以吗？这个不敢当，这个不敢当。我也是一个爱好者而已，啊，我想说的就是说，希望所有的中国人，啊，都要就是重视我们传统的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中国的传统武术也是一种文化。希望每个人啊，爱武术的人更加重视。把它传承下来，把它发扬啊，把它发扬光大，不是说一定是说不能交给外国人。其实这个武术，现在我们说是中国的，其实不是中国的，是世界的。
它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文化，是吧？把我们好的东西传到国外去，其实也不是坏事情，也是好事情。所以有些保守的人呢，就不要再保守了，把它传下去，是吧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。好。